大家好，看看这种车有喜欢的吗？换挡拨片，定速巡航，日本原装进口，斯巴鲁 XV， 这种车非常少，比那个力狮和森林人都要少。这是一辆2012年的原装进口，车况非常的好，颜色也非常好，白色的。这种车黑色的特别小众，白色的选择干净大气。如果说你喜欢个性车的话，或者说沾一点喜欢性能车，可以选择这辆车啊，彰显个性。斯巴鲁 XV XV， 2012年的，仅行驶7万多公里，有点补漆啊，没有任何事故，家用一手车，7万多公里，天津大城市淘汰，里外非常新啊，没有明显的使用痕迹。2.0水平对置4缸发动机，原装进口的啊，开着它我感觉很有个性吧。喜欢大城市淘汰车的关注我，谢谢。